表哥，咱们20多公里从湘南上湘北吃啥呀？那来了就得吃点不一样的。我还没吃过吗？保证你是绝对是看不着的。啊，把你家那几样特殊的给我上来。这还是那四个菜呀？啊，对呀，再加上五锅套餐。六锅套餐，行，好嘞，先上去吧。常客呀，我一看呢，他是这儿。常客，表哥你挺能撒吧？撒到这儿来了。那你看，这是有内部的线人报告的。就是在那个江南这几个菜就吃不着呗。你冰说江南，在江北的这些饭店里边有这俩菜的都不多。一会儿上来看吧。哎，就是我们哈尔滨吧，分江南和江北，中间是松花江。表哥，这是你所说的特色菜呗？给你介绍一下吧。啊，平时猪肉、牛肉的干肠时候吃过，马肉的头回见吗？那是头一回见，特别有嚼劲儿，跟那个猪肉的干肠，那味道差不多，有点像牛肉干，在哈尔滨真少见啊。马肉的干肠，这俩菜你肯定见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一般饭店是不是没有？我在外县农村大齐吃过，签子，这个叫鸡蛋肠。鸡蛋肠，我告诉你啊。兰溪县就有这个鸡蛋清肠、鸡蛋黄肠，这是用肉馅和鸡蛋卷完了以后蒸出来的，在哈尔滨真买不到。我老姑也会做这个肠，姑姑的味道，行。现在咱们这还能看出来，里边肉馅，外边鸡蛋皮，酥脆的，外边酥脆，里边是肉馅，并且它这个调味特别简单，只有肉馅啊、鸡蛋啊和简单的葱姜，吃起来就是纯纯的原香。厉害。炒牛肠，板油的炒牛肠。他家你别看饭店不大，这特色真挺多呀。吃一口香的直迷糊，我去，赶紧吧，喝一口吧。这四个菜值不值得干一杯啊？值不值得干一杯？必干！来来来来，这咋回事？这么大一锅牛骨头？138，一锅炒牛骨，中间有汤还能算，给你再加涮牛肉啊，那也合不合适？合适。这个生料是4斤，炒熟了是接近3斤，底下还有土豆，还有玉米，肉还是很多的哈，真入味，既有炒料的那香味，还有肉的香味。哎，他家这土豆片真不错呀，这底下汤里面真入味，这碗老香了，这碗叫来大米饭，哎呦天了，没事了啊，来，下饭喝酒不够用。这一盘菜我能喝2碗大米饭，咱说老板挺讲究啊，138还给2盘肉，羊肉搞里头，虾滑搞里头，梅干粉搞里头，木耳搞里头，这底下越咕噜越香啊。那可不，我跟你说，就里边这配菜都好吃，这家嘎嘎熟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吃的远点，值不值？值值，是不是？值。138，还能吃到牛肉，还能吃到羊肉。真不错呢，这碗汤料。这是啥？没吃饭。嗯，师傅，没吃饭吗？我也得吃呢。没吃饭，吃别外吧，走。谢哥。走走走走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别客气。这也太香了吧！这不出门都是好朋友。你们在那桌吃饭呢？对，旁边桌。啊、哦。我们俩等朋友还没来呢。我那没上来。那是。真的，但是挺好意思，反正你看，真挺好意思。旁边一桌菜也没倒着呢。哎呦我天！看来吃的不错呀，吃咋样啊？正经不错的。那我看饭都干2碗了，这正经不错的。下回来不来？来来来啊，来，绝对来。这几个菜咋样吧？绝对有特色，真挺有特色。放心吧。那个啥，一会儿是不是你买单？嗯，是不是你买单？啊、不是，你别跑、啊、你别跑，真的没事，不是我一猜我说吃他搁那有点心疼，必须你买单，我跟你来的，你知道吧、哎、真的。